位于屏东县竹田乡的无人机飞行场是全台首座公部门投资、公有、公办、公营的飞行考照市场，风景优美，景色宜人，近期更成为屏东户外休闲娱乐的新选择。然而，无人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，专业考照相对重要。为了回应全台广大飞友的期待与需求，并让服务更完善，屏东县政府进行第二期改善工程，设立办公室、停车场、厕所等，让飞行场的服务品质更好。我们要非常的感谢，这也是我们努力得来的，就是民航局呢在这边是全国唯一官方的无人机的市场，那我们希望这个环境能够打造的更友善，所以呢我们把全部的这个路面重新再铺设，然后画标线，当然也要建立了一个友善的厕所还有办公室，让更多的考生来到这边有好的成绩。那也感谢辛苦的这个事务人员，总之全国唯一官方认证的那个无人机的市场就在屏东县的竹田，欢迎无人机的这个好手，大家都来这边考照。这个场地很高兴可以让屏东县提供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来考无人机的证照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休闲娱乐场地，我觉得这样很棒，非常的好。不少飞友大赞这个飞行场真的是全台最完善的考照场，且位在东港西畔近新潮州大桥，临近台88线快速道路及台一线旁，交通相当便利。屏东县无人机协会也强调，如今设备升级，服务设施更完善，将能提供大众更舒适的使用空间。首先哦，因为我们早期第一期工程的时候只盖跑道，我们停车现在的位置都是一些烂泥巴，遇到雨季的话都泥泞不堪，所以经过县府的帮忙，我们盖了现在漫长的那个停车场，跟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二期的停车场，跟办公室、跟厕所、跟仓库，要存放我们一些整理场地需要的机具。县府欢迎各地飞友前来屏东县遥控无人机飞行场大展身手，但未免影响民众考照权益，场地会优先提供数科考照使用，飞友可先至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官网、屏东县空域运动资讯专区查询场地数科考照日期及相关管理资讯。记者卜婷、张志豪采访报道。